城市，当北京的海市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无忧。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，走到分岔的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，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。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，誓言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，人群中再次邂逅，你变得那么瘦，我还是温馨在你的眼眸。去看细水长流，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梦。又到分岔的路口，你向左我向右，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。下一次如果邂逅，你别再那么傻，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。最后下一次如果邂逅，你别再那么傻，我想一直沦陷在你的眼眸。谢谢资历生。我刚刚很难想象你在讲话的时候很腼腆，然后很敦厚，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。可是当你唱歌的时候，声线里面的音色、魅力、表情，感情的流露，都是很难得、很难得的一种特质。刚刚就是一个完全是可以在录音室放在唱片里面的一个版本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立生，刚刚我觉得那首歌很难唱，我刚刚听完以后有感动，而且你的声音里边有那种很直在的、很 clean 的那种声音，我觉得很好。然后希望你让自己更自信一点，我想你会很大的改变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现在请司律生和陶娇的导师张亮颖老师之间交换舞台。我觉得反正之前的按照原曲的那个框架套路，我觉得肯定是要打碎了再来的。
打碎了。嗯，我觉得我这版应该是走得最远的版本，把它改得跟原本的差别最大的一版了。我仅仅是脑袋里想着我目前要呈现的编曲方式，我需要给观众创造代入感，我也需要给自己创造氛围。所以呢，有个事情你要帮忙，也没有很复杂啦，就是我有一项新的黑科技，反正市面上是没有的，然后节目里肯定也是没有的，因为英文是个音乐节目，不是个魔兽节目。那也是节目啊，要让大家觉得精彩啊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触动那个感动点的。万一现场不成功，会不会怪我？不成功当然怪你了。好吧，我去了。那我还能怪谁？它是一个 magic， 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这方面我还有点小任性。接了头发，哇，哎呦，哇，
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'm no longer beautiful? 我真的要再一次称赞亮颖，我觉得你捕捉到这首歌的整个情绪跟精髓的部分，你把这样的一种女人的那种不安全感、那种哀愁，用很美的一种方式，很轻描淡写的一种方式去呈现，它是更揪心的，更我是被刀割的那种感觉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非常再一次请大家多给一些掌声，张靓颖，她实在是，谢谢，呈现的太完美了，谢谢 Sandy 老师，你一定有加鸡腿，给灯光师，给灯光师，对，那个灯光美到非常炸了，非常厉害，不是他用了很多不同的特效，是因为他用对的。用对了，然后在对的时候，你可能在表演者的角度是看不到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你到时候看你就知道，他是跟你在一起的，跟音乐在一起，很多用心的细节是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我感受到了，我知道你要传达的那个意境，你刚刚就是一个时光守护者，真的。第八集，我终于听到张靓颖海豚音了。哦，他之前都没有唱过。没有，他一直不给。就因为我来，他才唱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挑战你。哎，不用，我最近练了海狗音。猴子，猴子，请帮我们展示一下海狗音。